成长意，就是有生机。这个是不是根？就树木有根，那么这个树木就会活。为什么命名叫做根呢？这个根就是增长我们的身识，叫做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个根会吸起这个外境，染污我们的内在，我们就必须增长我们的身识。所以根就是增长意，会成长我们的身识。那么圣人就不是这样，圣人就不叫做念眼根、耳根，圣人就是念眼根性、耳根性、鼻根性、舌根性、身根性、意根性，就加一个性字，性就慈悲平等。好，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前五识列归成统一一个一起来解释这个五根呢？因为它都是对外境的，性质大部分都是相同，所以一起讨论。因此我们就分成第八意识、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哎，前五识，知道吗？啊，那么第六意识叫做分别意识，第七意识叫做执着意识，第八意识叫做意熟能变，换句话说就是收集意识，收集一切的意识通通在里面。那么第六意识叫做分别，第七意识叫做执着。其实每一个事都有分别，每一个事都有执着，只是第七意识比较强，因为分别力比较盛，所以我们列为第七意识叫做执着。其实前五识、第八意识也都有执着，可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力量，每一个识都有分别，但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特别强，所以就通用来讲，每个意识都有分别跟执着，但是对作用来讲，只有第七意识，执着力比较强，第六意识分别力比较强，所以第六识叫做分别意识。所以第三遍叫做了别能变，三遍叫做了别能变啊，那么就是第六意识还有前五识了。那哪一方面了别呢？是眼识，透过眼根看这个色尘。简单讲，眼根攀缘的这个色尘就产生了眼识。讲实在话，这个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根尘识。一缘就是碰到，那么接触到就会产生眼识，根攀缘成就会产生眼识。简单讲，眼识必须透过眼根才能够接触到这个色尘。如果我们眼识不作意的话，作意就是注意力啊，那么就是视而不见呢，听而不闻呢，食而不知其味呀。什么意思？眼根必须加入眼识，但是眼识只是分别但是分别力还必须加上第六意识的分别力量。简单讲，眼识告诉你那是一朵花，第六意识分别那是一朵什么花，第七意识告诉你把它摘回来，第八意识把它存进来这个观念，存在无始劫来所在的这个业力。再讲一遍。眼识附着在眼根，这眼根如同我们的神经系统，但是眼识并不是神经系统，眼识是借着眼根才能够发出意识出来。所以欲者难分是一根，就是证阿罗汉果也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眼根什么是眼识。欲则难分是一根，就根跟是很难分别。简单讲，眼根其实由肉所构成的，属于一种粗糙的四大，接近一种肉团所构成的。那么眼识呢，就是讲一句话，简单讲就是好像属于一种比较神经系统那一类的，但是又不是神经系统。又不是神经系统，在这里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眼识是依靠眼根而起来，但是眼识不是眼根，你要弄清楚。
仗着他的力量啊，就像一个人呢、啊，跛了、弯曲了、站不起来，靠着拐杖他才能走路。简单讲，眼视是，如果说眼根坏了，眼视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你眼根坏了，你眼视没有用啊？你看得到吗？耳根坏了，耳朵听得到声音吗？你有耳视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说，啊，但是如果你有眼视，你有眼根，可是没有色尘呢、啊，那你看什么？没有生成，你听什么？所以说眼是透过眼根攀缘这个色尘，耳朵就是生成，鼻就是鼻根就是香尘，舌就是舌根就是味尘，身就是身根就是触尘，意就是意根就是法尘啊，法尘啊，底下写个啊，前五识落懈的影子，色心恶法所构成。一半是色法，一半是心法，是借着前五识，借仗着前五识啊，看到、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触到的东西落入这个意识的，然后法尘就是落入意识的影子啊，落入意识的啊，前五识啊是落入意识的这个影像。那么这个影像就是一分是色法，一分是这个心法，所以法尘是色心二法所构成的。所以说啊，在这里有一句啊，就是八个兄弟共一胎，一个伶俐一个呆，五个门前做买卖，一个在家把账开。这八个兄弟共一胎，就是我们八世通通是阿赖耶识所转化出来的，各有各的种子。再讲一遍，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阿赖耶识，各有各的种子，各自起现行啊，但是是共一胎，是共一胎，是共同存在阿赖耶里面。一个伶俐一个呆，第七意识啊，就是伶俐；一个呆就是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只有挨打的份，只有接受的份，他也没有执着，也没有什么能力，是吧？一个呆，第八意识就是完完全全的来接受。那第七意识，他太强烈的执着，这一个伶俐一个呆。第七意识是伶俐，第八意识就是呆。五个门前做买卖，哎，五个哎，在我们眼就是眼耳鼻舌身呢、啊，在门前做买卖，好的买下来，不好的把它踢出去啊。执着攀岩，是吧？一个在家把账开，哎，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哎，就是在家里，这个好的，这个花好，把它摘回来，摘回来，嗯，就摘回来了。呵呵，分别在家把账开，拿了多少啊？好啊，不好啊，善啊，恶啊，我就拼命的分别，然后透过第七意识拼命的执着。简单讲，分别跟执着实在是形影不离的东西。分别。啊，是第一念，执着是第二念，落入第八意识也是同时。所以说这个时间你要说哪一个快，哪一个慢，那只能讲分别第一念。第一念是第八意识的一个无记，比如看到这一朵花，第一个念头是什么都没有，然后透过第二刹那就是分别，这是红色的花，太漂亮了，那第三个念头执着思量，然后再回来，第八意识就是接受，犯了偷盗戒、啊、就接受它、啊、那么其实这一刹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时间来把它 分出来说这个有多快有多慢，这几乎都是同时。分别当下就是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啊、英俊小生，哦，见缘投，见了我之后不知道多好，哦，就见缘投，这第一个、哦、第二、哦、就我之后不知道多好、哎、那就第二个念头就追了，追啊，不是只有就男众追女众啊，没有这样子的，女众追男的追得更厉害、啊、你叫他不要写信，他一直写信来，有啊，有的法师就被追过啊。你叫人家神经病，你不要写信来，他还是一直写信来，没有办法，有，我是说有的啦，有的啦。哎，没有办法啊、哦，没有办法，哎，照镜子的话就哈。哦
造业，造业哈。我们，再来整体性的来解释这个意识能变、思量能变，还有了别能变的这个增加的资料。那么这在里面的资料没有，没有，你们只要注意听就好，注意做笔记。我一个来解释。意识能变就是三能变的第一能变，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意识的意思，就是你造善恶无忌，经过了一段时间，必须成熟，受这个果报。虽然它是无形的，但是会慢慢慢慢因缘具足，就会变成有形的这个色身，或者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畜生、天人，无形的就要遭受这个果报，意识啊。那么意识在后面我们会慢慢讨论，今天我们只要了解一个概括性就好。那么意识能变，就是第八意识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的依靠，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就像一块田地，就包括一切的种子，全部种在里面，吃一切种。简单讲，阿赖耶识就包括一切的种子都在里面。阿赖耶识是不可知的，就是不是我们凡夫以及恶圣人所知道的，包括正阿罗汉国、正辟支佛国都没有办法来了解第八意识的维系形象。那个维系形象是维系到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就像山河大地的每分每秒的改变。你活了几十年，阿里山还在那个地方。你活了几十年，我们这个讲堂还是一样，好像不变。其实这都每分每秒都在变，我们是那种维系的，就是不可知的第八意识，不是凡夫二圣人有办法了解的。第八意识是执受执着啊，这个种子，但是呢，唯一的就是来接受外面造业，造善恶无忌业，他只能接受的份，他没有思量的能力啊，没有思量的能力。第八意识有三个，它会变现根生器界种子，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就是第八意识一年成熟，我们所讲的灵魂，世间人所讲的灵魂，佛教所讲的第八意识。那么第八意识就是染污的本性，迷了的本性。这执受，我们一出生就执着这个色身，所以平常第八意识跟第七意识是同时讨论，是同时讨论，不管白天，不管晚上，包括你做梦，第七意识都没有离开我们第八意识。无量亿劫以来，我们这个错觉永远存在的执着，这个我字啊，这我字。再来，第八意识以五种心所相应。五种心所，我们八识叫做心王，王啊，国王的王，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是阿赖耶识，每一个识有四分，相分、见分、智证分、正智证分。相分就是物质，见分就是精神，智体分就是智证分就是智体分。意思就是说，我们智体本来是清净的，因为迷了，所以产生精神攀缘物质。那么是精神攀缘物质本来是没有精神物质之分，可是我们加上一层执着，就变成我跟你的对立。每一世都有这样子的。那么第七意识就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因此
简单讲就是加上一层色彩，简单讲第七识就是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在看第八意识，所有统统染污，统统染污掉。好了，那么这个第八意识啊，常常跟触、作意、受、想、思相应。触就是接触的触，心王就像国王，心所是老是跟着国王起来，老是跟着心王起来，心所哦有51个心所。那么它跟触、作意、受、想、思相应，触就是接触，作意工作的作，意就是意识的意，受就是接受的受，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思就是我们的思维。意思就是说，第八意识永远跟触、作意、受、想、思。触就是碰到境界，作意就是动念头，受就是接受它，想就是思考，思就是去采取动作。那么这些第八意识都跟这个五种心所相应。心王是眼、耳、鼻、舌、身、意、摩那斯、阿赖耶识，心所有51个，那么这个是五种心所，就五片形心所。这个我们白法明门论会讲，在现在没有时间，也不能继续再解释，再解释下去时间就是会很长，不够用。再来第八意识就是为舍受。是什么叫舍？我们有苦受、有乐受、有舍受，意思就是第八意识没有所谓的苦跟乐，它只是遭受果报而已啊，它只是遭受果报而已。所以因有善恶，果为无忌。那舍受就是无忌的意思，不能说是善，也不能说是恶。当我银行，我欠银行欠你钱的时候，你说我很坏，可是我已经还你钱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很坏啊。一只狗它前世造业，你说它造恶，对不对？可是它已经变成狗了，它在还这个果报了，这果报无忌性啊，因有善恶，果为无忌。就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有所谓的造善造恶业，就是在受这个果报，那个不能论善跟恶的，受果报它已经变成男的，那就是它的果报，变成女的就是它的果报，它变成侏儒，它变成残废，这个都是他的果报，他做总统，他的福报，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第八意识为舍受，舍就是不苦不乐，不能说苦，也不能说乐，也不能，因为它不是因嘛。第八意识大部分都是遭受这个果报，但是意识能变，也有因能变，也有果能变，这个又要讲的更多的佛法，讲的更多的形象，就会影响到我们为师的时间。再来，第八意识叫做无复无忌。什么叫做无复无忌呢？无就是有无的无，复就是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加上光复的复。无复无忌，忌就是计算值的忌，不是计算值的忌，笔记簿的忌。无复无忌的意思，无复就是说第八意识它不会障碍圣道，就是无复无忌，就是非善非恶，叫做无忌。第七意识它要执着，叫做有复无忌。什么叫做有复无忌呢？第七意识，它是造业的力量，有复就是会障碍圣道所以第八意识叫做无复无忌，第七意识叫做有复无忌。无复无忌就是第八意识它没有造业的能力，它只有接受的能力。无复就是不会障碍圣道，无忌就是受这个果报而起来的。第七意识就是有复无忌，第七意识有我有法的执着，所以它会覆盖清净的本性。好，再来，第八意识横转如瀑流。这个第八意识横转如瀑流，就像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水从上面冲下来。其实来讲，如果你用每一分每一秒的动点去研究它，它是停止的。但是如果你一下从上面冲下来，它是动态的，就是意思就是你要找到空隙不可能。简单讲，
第八意识永远的维系的在变化，是就是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是就是变化啊，一直转动，一直变化，没有停止，就是横转如瀑流啊。因为他有造了很多的因，他其实有果，那现在有愚痴，又果又种了因，那因又变成果。我们现在的果报就是过去的善恶因，我们现在的果报，我们如果觉悟的话，赶快修行，转这个果报啊，赶快往生极乐世界，就变了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愚痴，那么这个果报，我们现在果报现前，那我们又不懂得去造善念佛去转这个业，那么又继续了，继续造业，那么再继续受果报，就横转如瀑流，就是没有停止的永恒的六道轮回，没有停止的永恒的六道轮回。任凭你读到世间的什么博士、科学家、心理学家、大哲学家、艺术学家、音乐学家，一样对死亡都是无奈的。哎，我第二本的佛心会议就写了很多死亡的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佛心会议啊，反应不错啊。那么我们征求注印啊，征求注印啊，注印，我们希望把这些啊送到这个监狱呀，或者是一些比较困苦的地方啊。那么好的东西啊，大家的分享嘛啊，其实那个也是啊不小心写出来的了啊，这个随便写一写而已了。那么，我们这些法师啊，大家都很合作啊，都很帮忙啊，用我的名字是吧？其实与其说我棒啊，不如说我的徒弟更棒啊，荣誉都是他们的。这个第八意识啊，一定要到成佛才能够转变，成佛转变以后哦，才能转变前五识。哦，我告诉你，转变的能力，第一个，转变第六意识。第二个才能转变第七识，第三个才能转变第八意识，最后才能转变前五识。前五识是肉体，第八意识的意识变不变的话，那你这个肉体不能改变的，肉体不能改变的，没有办法的。所以说第八意识转前五识的眼耳鼻舌身才能转。第六意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以不分别，那么这个比较快。第七是不执着，这个比较快。那你要改变你这个身体，那你就非得第八意识的果报改变不行了。所以说第六是先转，第七是第二，第八意识是第三，前五识是最后。哦，阿罗汉位才能够舍，才能够变。那么阿罗汉有两个，一个是小乘阿罗汉，一个是大乘阿罗汉。第八意识这个是大乘的阿罗汉，无生。再来次二是二能变，是又称为摩罗氏啊。那么摩罗氏翻译成中文就是只有我，我就是染污了啊，就执着一个自我的存在，就是摩罗氏。那么第七世啊，有一个名字就是依彼转，依靠的依，彼此的彼，转就是转动的转。什么叫依彼转呢？依彼转就是依靠第八意识而老是缠住不清。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前六识都没有作用，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是执着，继续去求投胎啊，继续去投胎。所以这个依彼转就是依照第八意识继续去转动，继续去执着啊。然后第二个能力就是缘彼，缘因缘的缘，彼就是缘，彼就是缘着第八意识老是不放。所以依彼转就是依照第八意识一直转动，一直变化。缘彼就是一定要仗着第八意识。再来第七意识啊，就是二能变，就是摩那识，就是思量，它的能力就是思量。所以思量性有思量的相啊，思量为他的形象。那思量什么？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那么再来啊，是烦恼常聚啊，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那这个永远永远老是跟在屁股后面。刚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再来
第七意识是有复无记啊，有复无记就是它会障碍圣道，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着这个果报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果报，那么果报也不是什么，因为它依靠的第八意识而转动的，所以实在是第七意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自我，所以第八意识是无记，那么第七意识也是无记。所以说但是第八意识是有无复的，它不障碍圣道，第七意识它会障碍圣道啊，这后面还是会解释到有复无记无复无记的事情。再来啊，随所生所系，就是第七意识不管你出生到哪一道通通系缚着你，就是随所生啊而系缚你，到天道天道一样我执我执一样，人道人道一样我执一样法执，阿修罗阿修罗一样，你哪一道你哪一道四禅天一样的，通通一切还是要执着。简单讲，三界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断这个分别跟执着，没有办法断这个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没有办法。所以是随所生的系缚，你一生来到你就束缚在那个第七意识，第七意识老实不离开。好，所以这第七意识要怎么样才能够转呢？那也是必须要有这个菩萨的，差不多要到第七地到第八地才有办法，到第七地到第八地才有办法把这个我执断掉，那么这个法执慢慢消。第七是也是一样，要到成佛才能全部放得下。第七是简单讲，第七是转第八意识就是没有，因为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是同时的，那么第七意识转第八意识就阿赖耶识的名字就没有，不是本体没有，是名字没有了，没有那就那时候就不叫做阿赖耶，叫做真如。第七意识的法执断了以后，那么第八意识叫做真如。所以说第七意识必须要到金刚地才能够放得下法执，一样跟第八意识一样。再来叫做了境能变，了别就是第六意识了那么第三能变总共有六种差别，第一个是眼耳鼻舌身意，算是三能变嘛，第三能变嘛。那么它是了别一切境界，那么第六意识它造的这个业特别强，就造善不善还有无记业，心特别强。那么第六意识的这51个心所通通包括在内，片行啊别境啊善识意啊烦恼啊随烦恼啊还有不定烦恼，总共51个心所，六位片行别境善烦恼随或不定。那么这个白法会讲到。那么他第六意识所相应的是相应善还有相应恶还有无记通通相应。为什么呢？分别能力太强那么第七意识是执着，他思量第六意识拼命的造业五个门前做买卖嘛，一个在家把账开嘛，那个记账单的就是第六意识，专门记账单的特别强。那么第六意识也是依止第八意识但也是依止根本事，也是依止根本事。那么为什么他讲还是依靠第七意识呢？因为前六识是分别，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是联合的，那么他要通过第八意识落入这个种子必须要经过第七意识，所以第七意识就是摩罗识，第八意识是根本识，因此第六识一定要依止根本识。那么第六意识有自己的种子，所以起现行才有第六意识的存在。再来，那么五识是随缘而现的，眼耳鼻舌身是随这个因缘，有时候是一识一个是，有时候是两个是，有时候三个是，有时候四个，有时候五个。比如说你现在看电视，你就一个是眼睛在看，还有耳朵在听。闲来无事眼睛看耳朵听，
拿个不吃不可，不吃不可，拿起来就吃了就吃了，那么就增加一个什么？就增加一个舌，眼耳是吧？眼耳鼻，如果说点一支檀香，东西要吃吃吃吃素食，闻到香味，眼耳鼻舌通通有啊，那么身体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很舒服，太舒服了。触眼耳鼻舌身啊，色身香味触啊，有时候一个起来，有时候两个起来，有时候三个起来，有时候四个，有时候五个起来，有时候聚取，有时候不聚啊，不一定。那么第六意识有几种情形，它不会起作用。第七意识是永远执着第八意识。但是第六意识不是，第六意识有时候起，有时候不起。比如说外道的生无想天，无想天啊，他生到无想天以后，第六意识暂时不起作用。还有无心，无心啊，无心定，无想还有无心，他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啊。但是不是断哦，那是浮，浮就是暂时不起来。还有深睡的梦，深睡，比如睡眠啊，晚上睡觉睡到很熟很熟，也是我们晚上睡觉。都没有做梦，对不对？所以第六意识分别就不起来了，分别心就不起来。还有梦觉，梦觉就昏倒了啊，人家从后面打昏倒了。那昏倒的时候，那第六意识就不起分别了。那但是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是存在，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色身如果没有第八意识的存在的话，人家一打啊，第六意识没有了，人就死了。可是我们一打人昏倒了，第六意识没有作用，可是明天还照常起来，为什么起来？第八意识还没有走啊，第八意识还有这个身体啊，还执着这个色身啊，是吧？第六意识不作用，可是这个色身还是存在啊，人没有死啊，所以昏倒的人还不死，就是因为有第八意识支持这个生命，就是受暖是第八意识支持的这个受，就是一起的生命，暖就是温度，是就是意识还存在，受暖。这样讲你们认为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わかります啊？わからん哦？なんですよ？听得懂？听得懂的人是很棒啊！这听得懂的是很好，就真正找到了自我哦。而听不懂的需要努力一下啊，需要努力一下，没有关系。第一次一拜七两拜的线啊，没有关系，这跟交朋友一样啊，第一拜拍摄一拜七两拜的线，这三拜的金主人无什么通好拍摄的代志啊，一拜听无，我第二拜又听就开始，第三次他就会熟练啊，熟能生巧。你也想想看，师父研究经典也是研究十几年嘛，十几年嘛，才有今天稍微有小小小小的成就嘛，我们讲很小，我们讲很大所以说为师不容易。在台湾省来讲我们讲实在话，在台湾省来讲很少人敢开这个为师学，这个也不好讲，怕讲错了。他讲说这个唯识学能听到也是可以带一大福报那听到这唯识以后，这个生命啊，你怎么解释都通，按怎解释拢通的对了，就整个人生宇宙就彻底的了解。你都是些禅的啊，就会念念无住啦、无相啦，都是无。可是唯识不一样唯识这解释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是很好啦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翻开第二十页，注解一二三四五六的一，性是性是之别，性如水，是如波，性如金，是如气。性如体，事如用。是故法性真空，名相假有，
在古来高僧大德所有的佛法里面，很多都用种种的比喻来让你了解分别比较，体悟到本性是什么东西。那么因为本性是不可说，那不可说的说中一定要说，那么就必须借重比喻。性如水，我们的本性就像水一样，当我们受到无明的风一吹动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种种的波浪。这个波浪就是一种烦恼的意思。我们内在里面蕴藏着很多的这个烦恼，我们的内在里面有无量无波的、无量无边的我法二执。这个是因为有分别跟执着的能力，所以就像波，所以这个中间呢就少了一个比喻，就是无明比喻作风，性比喻作水，经过了风一吹，产生了波涛汹涌。这个势如波，就是说我们对内执着自己的种子根深，对外执着器界，那么就会变成无量亿劫以来的烦恼。所以水就像本性一样，本来就是止境的，但是因为我们受到无始劫以来无明的风一吹，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的波浪。这波浪就是事，就是事。性如金，事如气，本性就像金子，它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但是经过了特别的处理，雕刻或者是陶铸，就变成种种的器皿不一样，所以事如器，性如金事如器。这个种种的器具，它的本质是金，可是这个本质是金，经过种种的陶冶陶铸，又变成了器。我们现在六道轮回的众生面相不一样，肉体不一样，这个是意识心的分别，所以正如同器具各个形状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众生佛性是相等，所以又像金子的质料。因此我们佛菩萨是用本性来作为体材，来雕塑成三十二相，而我们众生是借着业力的体材来雕塑出六道轮回。佛菩萨以本性来作为他们外形开展的支撑，而众生是靠着他无始劫以来所造的各种不同的业力，因此有种种的变化。那么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譬如说水 H2O， 水在舱态来讲25°C 它是液态的，水在4°C 开始结冰，
它是固态的。水超过100°C over， 超过100°C 就会化成水蒸气。水的本质都是 H2O， 但是因为能量的不同，所以它的外相也不一样。六道轮回的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为什么讲外道的我们一切的众生外在的这个因素是受到内在业力的牵引，也是一样的。六道轮回的众生跟这个例子是一模一样的。人灵性我们受到了染污，我们就会一直往下沉。灵性最大的染污两种，第一个是情，第二种是欲。情是无形的束缚，欲是有形加无形牢不可破的。比如说你的食欲啊，一天到晚吃吃就是吃，喝酒啊，吃海产，哎，这个食欲之强烈啊，还有就是好名的欲望啊，好色的欲。那么这个情跟欲会染污我们的灵性，所以佛菩萨把慈悲当作是他的本质。因此我们有几个阶段，我们如果以爱来当作我们世间的角度，爱来当作我们世间的角度，爱的下降降低叫做情，爱受到了染污就变成一种情啊。那么爱，因为爱的定义比较广阔哦，比较广阔。那么爱的束缚就是情，情的下降点就是欲。那么欲的最低的那就是占有，什么都是自己的。最差的就是什么都是只为自我的。我们爱的升华叫做博爱。博爱的升华叫做慈悲，慈悲的升华叫做大慈大悲。所以往下也有几个阶层，往上也是有几个阶层。我们的灵性因为受着各种阶层的能量不一样，所以我们产生的这个外相也会不一样。比如说猪，它的智慧就是比较低，因为它前世有造愚痴的这个业。比如说喝酒啦，它造的是个愚痴的业啊。哦，那么或者说你今生出生成一只麋鹿，这个鹿肉是很好吃，那么这个在森林里面或者是这个丛林里面就被这个狮子所追逐。哦，这个鹿原来前世就是猎人啊，你杀了个鹿，原来前世就是猎人。哦，好，那么这个就是有感应力啊。你说哦，这一匹马很漂亮，奔驰的，这匹马从哪里来？哦，就从画家。一个画家每天都在画这一匹马的时候，他的全力以赴的意识都灌进去马的这个影像里面，他还没有变马就已经把自己雕塑成马一样了。在古来的
上的为士的时候曾经举一个例子，以前在中国有一个画家，他要画出马的100多种姿势，他在拼命的想，他每天都在那边考虑这个马是怎么样奔驰、站立、蹲着。哎，想到90几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有的马的姿势全部都画完了，他每天就坐在那边，就想着马的姿势。后来啊，有点想睡着了，他的太太一开门，哎，进来一匹四脚朝天的马。他老婆吓一跳，这把门关起来，哦，这怎么我家里明明这老公睡的地方怎么会有一匹马四脚朝天呢？哎，等一下再一开，哎，是他的先生呢，他的先生一起来太高兴了，哎呀，四脚朝天的马，没有想到这个姿势，赶快画起来。这个太厉害了，这个非常厉害，这个影像非常厉害，影像非常厉害。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若有人画佛像啊，如果有人画佛像啊，在哪？